台北市政府在也开始在建构整个可长可久且完整的银发族的照顾系统。青年票没问题，柯文哲动起来开拓老票仓，一星期内从关照退休公仆到国军，要把最大洞给补起来。但年底想要连任，还有一个最大科黑要对付。像曾景俊是在这一年来已经请辞很多次了，那好不容易又撑到这个总咨询完，你知道哦？那我想说啊，这个太累了，好吧，就让他下来休息。吴怡宁上任一年多，从菜价到改建案，让北农与北市府情绪火到最高点。从北农目前董事分部、农委会、农会和北市府各占五席，其他由青果工会及农民团体掌控。尽管以前董事长一职都是协调后由北市府推派，但如今白绿分裂，陈景俊一走，双方合作恐怕再添变数。说要换谁上去，这也要跟农委会还是在商量。张永成说你斗输了，你承认这句话吗？那也没办法啊。董事长代表席次斗不过农委会，但意味深长的叹气，柯文哲却是以退为进。以董事长陈景俊的请辞铺排十一月董事会，施压高薪实习生下台剧本。吴怡宁之乱衍生白绿角力，柯市府步步紧算。记者林孟昌、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